Hello， 我是小高。你有没有吃过棉花糖呢？你知不知道棉花糖是怎么做的？棉花糖呢，就是在糖融化的时候，在高速旋转下甩出去，它就变成丝了。这个时候再赶快用棍子把它卷起来。那我今天呢，也想要来 DIY 做棉花糖。那我有什么高速旋转的东西呢？有，我不是有指尖陀螺吗？那我就来用指尖陀螺DIY 做出棉花糖试看看。花糖，那是棉花糖。来试试看看，棉花糖，棉花糖，偏硬的棉花糖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每个礼拜一、三、五都会上传影片，想看更多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谢谢，拜拜。是龙须糖，吃看看，好粗哦，粗粗。哦，哦，焦糖，哦，哦，这边让一下，拍一下。